非常高兴同波特林斯秘书长先生啊会面啊，非常欢迎你来华出席第三届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。今年是我提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十周年。十年来呢，它展现出蓬勃的生机活力，是广受欢迎的全球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。联合国是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重要伙伴。秘书长先生啊，是一贯支持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我对此高度赞赏。我们愿同联合国机构一道，扎扎实实推进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为世界和平和发展做出贡献。